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教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兄弟连的讲师高洛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妹子，上节课呢，咱们讲了一些变量的声明，对吧？以及检测变量的一些常用的工具函数。那这节课呢，咱们利用变量，咱们再讲一下 PHP 独有的一个特性，叫做可变变量。可变变量就可以变了。对，变量都是可以变的了，对不对？前面再加个变字儿，就是什么让变量还能变啊？这个用途呢，一般的呢，有用到的地方，但用的不是太多，所以大家呢对这节课呢有点了解就可以。你如果在别人代码里边看过这种用法的话，别觉得奇怪就成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可变变量。咱们还是按照上节课规则，打开一个程序，我们把这程序打开。这上节课的程序咱们删掉。来，假如说我声明一个变量叫做 hello， 对吧？等于word 吧，这是一个普通变量，对不对？那大家都知道，我现在输出 hello 结果会什么？ word。 对，结果是 word，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对不对？访问一下 localhost 下边的 test.php， 我们看结果就是 word， 对不对？那我如果可变变量，什么叫可变变量呢？你看一下，我如果在这块$$ hello， 看到了吗？我如果在 hello 前边再加个$$等于 hello world， 我就不用别的词了，我这会儿随便写一个，对吧？等于中文的，比如说你好，跟咱们平时变量有一个什么区别？多了一个$$。对，多了一个$$，看到了吗？那多的$$意味着什么呢？什么叫可变变量？$hello， 妹子说的是什么值啊 ？word。对，是 word。那假如说这个 word， 咱用变量这个值放在这块儿，就相当于$word， 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是啊。所以我在这块儿如果直接输出$word， 你看可行不？没定义这个变量。对，前边咱没定义过这个变量，对吧？那没定义过这个变量，但是呢，看$hello 的值是不是 word？ 如果这个变量能往这儿放的话，那就相当于$word， 声明的是你好。能说你好。对，你看一下是不是你好输出了、哦、对吧？所以呢，可变变量就是什么，就是在变量前边再补上$，然后呢最里层的变量名，变量这个对应的值就作为外层这个变量的变量名了，里边的这个变量的值作为外层的变量的名了，听懂吗？那现在我这块儿不紧要，比如说这块写着我就随便写几个词吧，比如说name。那如果我在这块儿再把$hello， 如果我再加一个等于这块 age， 如果我再加$hello， 我等于性别，看一下。那现在我现在输出一个括号，我现在把这个都复制一下，你看现在妹子想一下，我输出$hello 是什么值，我输出$hello 是什么值，我如果输出
hello 又是什么值？我再输出 dollar 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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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ello 又是什么值？对吧？我如果直接输出 dollar 符，word 有没有这个值？我如果直接输出 dollar 符 age 有没有这个值？如果我直接输出 dollar 符，对，就先写这几个吧，好吧？看一下，能不能都输出值来？第一个肯定能输。啊，那咱们来想象一下，第一个会出是什么 ？Word。输出 Hello， 对 ，Word 是不是输出这个？嗯。那这儿呢，相当于什么 ？Hello 的值是 Word， 对不对？这是相当于 Dollar 符 Word， 对不对？对，那两个 Dollar 符 Word，Dollar 符 Word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？是不是 Name？ 嗯。对吧？那这块两个 dollar 是不是相当于 dollar for word？ 那这是 dollar for word？ 它输出什么 ？name。那这块三个 dollar for 呢 ？age。这个 dollar for 这个是 word 对不对？然后 dollar for word 相当于 name。那 dollar for name 等于 age， 当然是 age 对不对？那这块是谁啊 ？age 是不是这意思？对吧？那这块咱就不用说了，谁啊？性别对不对？那 dollar for age 呢？刚才能说是哪个 ？dollar for name 是 age。啊 ，dollar for name 是 age。那 dollar for age 呢 ？dollar for age。啊，这三个变量，这三个变量不是 age 吗？你看三个变量的是 age， 看到了吗？再补一个变量不就相当于 dollar for age 吗？多少？对，性别。那看一下我们输出值是不是这样的呢？来，我们对应一下。看一下，第一个是不是 word？ name age 性别 name age 是不是这意思？清楚了吧？所以呢，就是一句话，变量的值前边如果加个 dollar 符的话，这个值就作为另外一个变量的变量名，可以有多层这种可变变量。这点清楚了吧？那但是注意一些细节，并不是说随便，比如说。这个 hello 不是什么？不是 name 吗？对不对？不是 hello 不是 word 吗？我这块加个 a b c， 那有的说了，那这个变量名是不是就是相当于 dollar for a b c word 呀？因为这是 word 吗？不可以，听懂吗？可变变量必须是 dollar for i 在一起的，听懂吗？这中间穿插的话，并不是说 a b c， 然后 hello 翻译成 word， 然后 a b c word， 不是这样的。所以这种呢是一个错误的语法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是不是程序出错了？对不对？清楚这点吗？所以 dollar 符必须连在一起的，这就是可变变量。那记住，可变变量怎么呢？用途不是太大，但是有用的地方，听懂吗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课件里边，咱们对这个可变变量的一个描述。有时候使用可变变量是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一个可变变量获取到一个普通变量的值，作为这个可变变量的变量名。就是下边这个程序，对吧 ？Hello、Word、Echo 几个变量都是可以的，这点没问题吧？当然有的时候这大括号不太清楚，后边的课程咱们会去介绍，因为这块还没有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这节课呢，可变变量咱们就教到这里。Thank you.